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当奇怪的事情发生时，科学真的能解释一切吗？投好你的下巴，因为接下来我将带你欣赏个解谜，十个真实发生的让人难以置信的离奇画面。喜欢此类视频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赞，顺便说一下，长按点赞不松手，会有种超级加倍的感觉。注意看，这个人似乎正在山顶上晨练，但仔细观察后，你会发现事情好像并不简单，因为这个人至少有十几米长。那么这会是什么呢？一辆货车正在雪中缓慢前行，厚厚的积雪甚至达到了和货车一样的高度。如此厚的大雪，即便在寒冷的北半球都极为罕见。但更让人吃惊的是，这一幕发生在2019年的澳大利亚。So we were out here throwing the football today, and we see this thing floating through the air. We have no idea what it is, but it doesn't look like an airplane or anything. I mean, it literally just looks like a person's floating through the air.最后是神奇生物时间，你觉得这个奇怪的生物是什么？